天天向上新主持郎朗，学过音乐，综艺感爆表，唱民歌，您都知道您唱民歌，爱心有灵犀，超萌邓紫棋，做那个金鱼表情那个吗？开心的金鱼，花痴花痴，飙高音唱彻歌手之夜。今晚8:20，特步天天向上，特步飞一般的感觉。